我们今天就是来酒庄看一下哦，还蛮有名的，在墨尔本。看一下喽，前面啊是他们非常有名的一个特色，很多那个网美啊，就是很多人都要来这边打卡呢。那我们看一下，近距离看这里，好，太阳出来了。嗨，我们现在是要往他的 Kitchen Garden 走一下喽。那就跟我们一起来吧。进来了，它前面这一部分，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可爱的东西，看一下，好像是节瓜跟、那个、是节瓜南瓜吗？那个南瓜，不同形状的南瓜。你看，超可爱的，这边的应该是 organic 的吧？我也听说。然后。前面就是全部都是葡萄园啊 ，winery 啊，所以可以，他们蛮有名的，就是酒庄嘛，所以可以自己品酒啊。在这边，他们的饭店也听说很有名。我们现在就上来他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有他的游泳池，然后听说他的 view 更好。Hi, good morning.看一下哦，哇，好舒服哦！你要看一下吗？我现在要把这个……这不用脱了，现在很冷啊。好冷，这里就是你住在这个 hotel， 然后你就可以过来这边，然后一边游泳或者是做瑜伽，然后看着这片葡萄园，心情特别疗愈。真的，真的是水母国那种感觉，很好。现在我们走来他这边就是住的地方，前面就是还蛮舒服的大的广场，就是可以坐在里面休息啊。他后面那边就是可以吃东西的地方啊，他这边是他的餐厅，这一部分都是餐厅。我就想说，我们等一下要吃午餐，在这边吃，给你们看一下哦，其实蛮可爱的。这边它是后半部分，就是餐厅道。有些人就会喜欢在外面啊，这样看葡萄园、喝酒那种感觉，气氛挺好的。那有些人喜欢室内的话，就可以在里面去。它的就是长这个样子。我们现在要准备进去了，走吧，我们进去。我们等了好久哦，终于。十二点才开嘛，真的很棒，就天气不是到很好，但没关系 ，better than nothing。我们算是一开店就进来的，嗨，这 WiFi 不好啊，宝贝。看一下，嗨，各位，我想要用我的 WiFi。
WiFi 都没用。SOS， 人越来越多了。Hi， 我们现在在里面了。然后啊，想让你们看一下外面的 view。我们的 Oyster 来了，来了。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就因为 Michelle 敢吃 Oyster， 可是我不太喜欢，所以就姐姐一个吃。然后它通常 Oyster 澳洲都会，澳洲的 Oyster 很新鲜，跟台湾的蚵仔可能差不多，可是我不知道。它这个可能是有点辣椒酱的那种概念吧， Sriracha 的感觉，酸酸辣辣的，然后附给你一个柠檬。那就姐姐开始可以吃一下吧，可是在那之前我想拍个照，那等姐姐开始吃的时候我再开始录哦。我们点的 Long Alcohol Drinks 来咯。很多柠檬，我要吃喽！好吃。嗨。Yeah. 是第二道菜 waffle。好，我们点的另外一道菜来了，是 squid。肉方面的，他就说自己有关一些南非的食物啊，然后有那个 cheese 啊，还有一些不同的调味，然后这一道的主食是这样子。我们现在已经吃完了，要点甜点，先叫了两杯咖啡喝一下。我刚等超久，他们越来越忙了，再给大家看一下时钟。人越来越多了，给你们看一下，所以他们超忙的。我们点个甜点啊，等超久哦。而且天气变好，天气也变好了。你看一下外面的景色吧。我们点的甜点终于到了，来，已经有人先吃了，应该是很好吃。什么样的感觉？这个就等于是巧克力饼干的概念，巧克力饼干的概念，是很好吃，它是用烤的，它是用这个铸铁锅，它用铸铁锅烤的巧克力。其实有一点甜，所以配咖啡刚刚好，而且有这个有一点甜，有这个 cream cheese vanilla ice cream， 好好吃哦。 OK， all right， OK， 那我们要吃喽。我们现在吃饱了，然后他们的饭店外面好像应该有什么 activity 吧？这一整排全都是冰室。哦、然后呢，我们现在拍这个大的，非常象征性的一个。他们的特色，来，还想要再拍一张，全都是冰室。